因为目前是 OK 的，没有挡路的。所以旧天线、新天线就用不到它。你有手机是不是？有啊。你要帮我记吗？不然我根本回去也不知道哪一根就是哪一根。我这个飞机太大。这样子就是，你被蚊子咬了，你要用防蚊贴片了。记。哎，怎样？记什么？我说已经第四趟啊。你要帮我记哪一趟是哪一个？那我飞那么多趟，跟我回去也不知道我到底飞是哪一個。那你要告诉我，从现在开始，因为你刚刚没有叫我记啊。What？ 不是，我是说你现在帮我记，我可能还记得前几趟，现在飞四趟是吧？